风，淡曲风回顾着十九世纪末的的浪漫派风格，曲子虽然小品，却强调演奏者双手的灵活度，不但有很丰富的快速音群和弦，融入了什么？融合俄国本土的主义。我在钢琴旁边再进一下。高度要调整一下哈，就是对前后自己调一下。